从未做过桃色加紫色加绿色加白色的漂亮花色。第一个，这个完全就不挑肤色，因为底色是白的，它的材质是棉麻，所以呢虽然它是长袖，但是你在海边的话是不会热的。然后它在手袖下面做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这是缩手，但是呢不用担心它不会缩在你的手上，它只是一个造型，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袖子。夏天款呢我们不会做那么紧的松紧带，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种比较细的来，然后做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微微靠在你的身上而已，它不会像其他那种松紧带很紧勒在你这边，它这是很软的，来很轻松可以把它拉开，所以夏天就不希望大家太闷热，所以呢就是做这种比较轻薄的。这没有显胖吗？其实完全不会，它就是一件这样子，有一点点前短后长。那这样子的穿着是妞妞觉得比较性感，就是微露你的腿又没看到裤子的感觉。但是你今天如果想拍照的话，你可以稍微微微的扎进去就好了，不用全扎，然后它就可以盖住你的小屁股肉。然后前面呢来哦，拍照一样，腿可以非常非常的长，自由的做摆放。V 字领的东西绝对会变这样子，如果你完全举手绝对会变这样子，绝对好。如果你很 care 不要买，如果你不 care 的话，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可能举手变这样子一个小领子，没办法，V 字领的东西没有办法固定，除非你在你的衣服里面动手脚，